包送到家，一顿以上就可以发货。这是咱养着的火鸡，像这么大的火鸡，疫苗和防疫都已经做完了，后期放心饲养就可以了。火鸡好饲养，五谷杂粮、青草青菜就是它的主要饲料。喜欢想养着的朋友，留个红心，加个关注吧。包送到家。